现在我们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五打一，你是龙拳，肯定打得过你。命只有一条，我劝你珍惜。一二三三，哎呀，这个时候真是护子心切啊，小向阳，拿着，别害怕。你到底是谁的娘啊？喂，我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，谁都别劝我，公子你别劝我，公子别劝我，劝不劝我？借一下吗？这是小七，你干嘛不用自己的？我新买的，我舍不得。你不借就不借，你打我干嘛？我没有。你干嘛打了？对呀、啊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规则很简单，这球谁抢到就赢。我不选他，我选你。我想干嘛？去哪儿吧？哎，去哪儿啊？我选你。你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们下来再逛一下。你也饿了。